Hello， 大家晚安，我是 Masaru， 然后这是进行的是第二处的 Assassin's Creed 的游戏录制。那现在的时间是2月10号的下午的2点47分。那昨天开始这一款游戏的第二处录制。那这款游戏的话，就是之前有观众委托给我的。那时候昨天以为自己跑不动，所以就没有想说要玩，结果现在去找来玩之后发现，哎，还录得动，还蛮开心的。然后这款游戏好像是2007年的游戏哦，那时候是我是因为是干州的，所以它的话这款游戏比较的缺陷就是它没有字幕啊，就是昨天找过了，就是这边就是没有字幕开启的选项。那这种而且它是繁体中版的，就是它界面就是界面都是繁体中文，就是缺点在于就是没有字幕啊，所以这边的话剧情部分可能就是要稍微用佐生的烂英文去稍微猜测一下啦。好啦，那这款的话就是 Assassin 的刺客嘛，然后 Creed 就是教义还是信条的意思吧，这就叫刺客信条刺客教义、刺客信条、刺客调教、很多种讲法啦。那你只能随便选一个。好了，上次好像玩大部分都是教学模式啊，然后这一次载入最新的记忆。继续。好吧。那这款游戏几乎就是主角似乎是一个现代人哦，然后他好像做什么实验，然后就是回去找啊祖先还是谁的记忆吧。哎，那你先别弄吧。然后这家伙非常的帅哦。帅气。然后就是因为这款游戏我录制的话，它算是宽荧幕的游戏吧，还是说我因为设定的关系没设定好？我看一下，选一下，音量、图形，哎，错了。好啦，那这款游戏控制的话比较有点麻烦哦，毕竟它是比较偏向于360，就是手把类型的就是什么？那是电视游，就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什么，是什么叫什么来的那个展？就是电玩类型的游戏啊，所以它比较需要用到就是摇杆啊。那左上没有摇杆，所以左上就是用键盘滑鼠啊。好了，上次玩到好像玩到什么一的话是按探测可以观看，干嘛啦？没事，我在那边录游戏，真的就是一定要他妈有人那边密我赖我。每次我不录游戏的时候就没有人理我，还是很奇怪。然后回来继续录制，然后一的话可以就是看这边有蓝色好像是友方吧，红色是敌方，然后黄色的话好像可以打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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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之类的，然后空白的话可以逆中，虽然说好像没什么屁用，然后虚浮的可以推别人，轻推，推你，摸你胸部，推你。好啦，看一下，所以那个黄色的家伙有什么用？可以看一下。然后按空白，这样子按住右键会有这个动作键，你可以抓人家。然后按空白可以跳。然后鹰眼，一样是鹰眼，鹰眼的时候只能站着用。然后右键是拿出武器，掏气。你知道吗？这家伙走路很拽嘛，扭屁股还扭来扭去，好像 model 一样。嗨，你好。在你面前拿刀子，应该有别的武器可以选择吧？哎，有呢，有刀子。干嘛？别！我只是拿武器出来而已。干嘛？下刀。金刀子。哎，你好，要跟我打架吗？在你面前抽武器出来。对不起。哦，对不起，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不是我啊！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是我？最好你知道是我了。Fuck you！ 啊，跳！啊，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还追啊？中华小了。我就不能反击啊！哎，你打三小了，走开了，下去了，下去，抓你，推你下去。拜拜！我该重来了，我跑啊！反正好啊，有几分，跑！这边没有所谓的地图吗？啊，有人有地图，可是这种地图不会显示出警卫的什么东西？好吧，土里
平民，我这边都没有显示啊。还有古网，网古，随便的，我先到旁边说。这边有没有什么草丛之类的东西？顶顶顶顶顶，爬上墙壁，还是被发现了啊！干，你们怎么在这边？你看不到我。这个要跑其实蛮难的，你们一堆人。我在爬墙壁，你是没看到。这样很危险，你知不知道？诽谤。被挡住了呢。这叫我烦哦。Stop running! You cannot escape! 直飞一刀位。反击，反击。怎么反击啊？我死了啦。好吧，还是不太会控制哦。刚开始玩这个游戏，有点不太会控制它的战斗系统，所以可能有需要，首先需要一点时间来熟悉一下。只不过是不小心砍了一个人而已，重点是我只是在他旁边而已，你们就打我，真的是很过分。好吧，三是手里剑，四是拳头，一是什么？飞刀，直飞刀，啾！然后怎么锁定？好像是 F 吧。就，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在人群里面就没事了。好了，我要去解任务了，看一下我们要去叫什么叫了？这边有黄色的家伙，我看看他干什么事情。你好，不是你啦，你，你好，拳击，揍拳头，拳头，揍你！没有事。看来前面揍了应该是没这样，只要不要杀人的话，应该就没有事。那这里是这样，地中，为什么你要爬上去？这一定是白痴。好吧，看一下这边可以，这边是可以进去吗？地中，没屁用。算了，好了，我们去解任务了。我们要去上面吧，看一下地图。这地图其实算蛮大的哈。去找艾尔莫林，艾尔莫林，要到这边来。好了，看到最大，所以这地图真的蛮大的。什么东西？有在？为什么还会叫？他会叫代表是有人在通缉我。你好，推你，轻推，轻推，撞你，撞你。不过是撞到别人，你们也要通缉我。跑跑屁哦，你也跑得比我快吗？你跑去哪里？你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按错键的。先躲起来再说。下面有人要追我。进草丛。干嘛？我进草丛，干你屁事哦。我要出来了。莫名其妙的家伙。好了，我去找那个谁啊？你这不能走路，不能正常一点吗？你要走路像个 model 一样。好了，我要去哪里？看一下，这地图真的好大。看一下啊，前面这边有的。我不移动的话就会，你只要跑的时候按空白键，它就会奔跑。老拳一个。你们好，可以坐下来跟你们聊个天吗？你好，光头佬。好吧，没什么屁用。闪，会闪呢，吼，很聪明呢。好吧，这边要，什么？大城堡，又大又酷的城堡。好吧，我们似乎是要进去那边。来了，扭倒，可以扭倒别人，扭倒你，
哎，他没有掉下去哦，抓取，没抓到，嘿嘿嘿嘿，下去吧你，拜拜。哦，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杀死不过的平民会导致失去同步。哦，是这个游戏好像，如果你需要同步率，如果同步率太低的话，你就会失败，或者是你死掉的话。好吧，我要混在人群里面，好像不是这个人群，那是一般的百姓。好吧，跑跑跑，拜拜！哎，转不下去哦，我把它转下去。嘿嘿嘿嘿，呀！哎，对不起，哦，不是，不小心撞到了你而已，你不要这样子。啊，国美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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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啦 ？Q 追踪摄影机，哦，那么多人追我，你们夸张哦。走开啦！嘿。嗯，有没有草堆什么的？啊！嗯，啊！这也被发现了，我不是伪装啊，这逆装根本没有屁用啊！没死。哦，这也太高了吧！啊、这个位置是怎么回事？哎，我要躲进去啊！干嘛说？看不见，消失中。继续逆冬，直到你的状态改变为，哎，他就这样，已消失，他消失，你消失了，现在可以安全的现身了，这样子啊，这么厉害。所以我刚刚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竟然完全都没有事情，所以那地方根本是设计给我跳的吧？好了，重新出始化中，所以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子玩吧，基本上。好了，我赶快解任务了，我现在时间的话是2:59。我不要录太久，不然到时候观众要靠北说我游戏好长，观众说走真的好长哦，是不是这样？哦，不是这样子吗？走真的又大又长。好了，所以扭倒是把人家撞倒的意思吧？所以我在跑的时候，如果按空白键就可以把人家撞倒，就像这样子。哎，没有撞到。好了，不要乱玩了，赶快解任务了，我要继续那个什么什么古堡里面。天魔古堡，哼，自由狂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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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倒你！这边吗？好像是这边，所以那边两个有什么东西吗？这游戏的话应该不会有什么。哎呦，he returns at last。谁？等中午好吗 ？Where are the others? Did you ride ahead hoping to be the first one back? 你讲什么啦，大胡子 ？I know you are loath to share the glory。怎么啦 ？Silence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assent. Have you nothing better to do? 哎，这是同伴吗？他衣服好像跟我一样。所以你是我的同伴哦，不管你是谁。Best hurry。所以你要跟我说什么啦？废话少说好不好 ？Another word, and I'll put my blade to your throat. There'll be plenty of time. 哎，跟我的屁股讲了。对着我的屁股，对着我屁股说话。好吧，所以他叫我干嘛？武器限制在上，只能在训练场使用，只能在训练场里面使用武器哦。哦，所以这边不能拿出武器啊。好吧，那这边有什么？所有目标，所有元素，选择目标，所有目标，选择元素，什么东东？所有目标，随便的。好吧，这边是武器要塞，所以这边我不能拿出武器啊。虽然我也没在用武器的，所以现在我要干嘛？哎，你好，请问这边怎么走？跪求如何解这个任务，所以还要再往里面走啊？好吧，往里面走就往里面走。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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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跳，嗯，跳。It is an honor。这里吗？我来了。阿拉猛男秀。哦，这边是不是？这边看起来好面熟，在这边都是我的友军吧。因为他们的衣服都跟我穿的一模一样。好吧，然后我要去楼上吧，应该是楼上的意思。好啦 ，Hello， 你们好，我是你的同伴。没看到我跟你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这里吧。嗯，谁？你是谁？大胡子佬。哎，是黑袍的哦，这个家伙阶级一定很高。所以如果我把他干掉的话，我应该可以，我可以应该胜任他的位置了。
I trust you have recovered. 好啦，讲中文好不好啦，都没有字幕的，麻烦的，不过是一代。所以如果到时候我这一代录完的话，录完二代的话，那就会有字幕了。人家说好像是从二代开始才会有字幕，一代的话就只能将就一点了。好啦，到这边讲什么其实我都听不懂啊。那观众如果听不懂，就自己听一下下。The treasure. The treasure. To us. And Robert. Escaped. Escaped. 听不懂。好吧，这边都是他的记忆，他以前祖先的记忆还是他自己的记忆，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哎，我这边还可以动哎，转圈圈。好啦，跟我的屁股讲话了。哦，这只脚还蛮帅的。嗯。要背对着你讲话。You do nothing. You've done enough. 转圈圈，转圈圈，转圈圈，圈圈。We're American. 左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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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转，右转。No. 哦，谁？你还好吗，大哥？你还好吗？你的手怎么了 ？Medic. I've deliberately. 你还好吗 ？And your brother? 你去哪里了？你是把手伸进烟囱里面？ Because of you. 还是你在？ Robert, 我怎么了 ？There was no way back. Nothing I could do. Nothing I can do. Because you would not heed my warning.All of thi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什么东西啊 ？My brother, my brother would still be alive. 怎么？他的哥哥怎么 ？Your arrogance nearly cost us victory today. 所以这是前面那两个家伙其中一个人吗？所以另一个人他死掉了。I watched your favorite fail to find. Here. 然后那是什么东西 ？Take it. 哦，就这个，前面我们拿到的东西。杂讯，那你看杂讯是什么样的硬件？什么硬件？什么意思？哎，你好。Master, we are under attack. We are under attack. 我们被攻击了，被谁攻击？我刚刚是不是听到德玛斯亚？德玛斯亚，现在我要干嘛了？你们这些家伙， Go, inform the others. The fortress must be prepared. 请不要忽略我好吗？我是主角呢。As for you, Altair, 我呢？ Discussion will have to wait. 我就继续转圈圈就好了。Make for the village. Destroy these invaders. 叫我跟他是吧？好，我可以去支援他们。我是战斗力很强的家伙。看我的圈圈，记忆快速前转右，怎么马上跑来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出来了，自动储存中啊。好吧，所以这款的话应该是自己保存的游戏，保护村庄。嗯，好吧，它是自动存档的游戏，所以我应该不用担心它有什么东西会不见之类的。好吧，这边要干嘛？我可以拿出武器了吗？不行，哎呦，哎你们好，啊，我自己还会跌倒哦。这是你先生吗？我是不是站在火炉上面啊？我觉得好热哦。这种天气虽然有点冷，你也不用站在火炉上面。谁？Altair, it's good you've come. We need your help. 什么？讲什么 ？Templars. Templars. They attacked the village. 什么东西 ？Most of our people were able to get away. Most.But not all. What do you need me to do? Distract the Templars. Keep them occupied while I rescue those still trapped inside. 大胡子讲完话了没？所以现在我要干嘛？抵达检查点。这边我要干嘛？哎，小姐，抓你，你还好吗？不能抓他，他是女的还是男的？嗯，好像是女的，有点胸部。哎，我现在干嘛？这是，哎呦，蒙古，我现在去保护村庄，所以我要到这边来，好吧？我要去村庄里面。Let's go。哎，武器一是袖刃，二是拳头，四是拳头，一是飞刀，三是剑，选择你的剑。My sword，the sword。然后呢？哎，你好，砍你！哦，好吧，这是自己人。哎，空白键可以收起来，好吧。看一下这边会有什么东西，应该这边什么都没有，应该这款游戏好像是哦，怎样？世界大战了，我跳，哇，没摔死哦。啊，这边要干嘛？我应该帮他们吧。哦，谁？十字军吗？按住 F 以和以进入和离开战斗。按你发动攻击。枪，哎，为什么？我要反击，他在攻击的瞬间，我按攻击就可以反击了，应该是这样。哦，你好，你好，来来来，来，快打我！
反击！哇，哇哈，溃斩。然后嘞，哦哦，所以这个只是啊，闪避。喂喂，闪，僵僵僵，闪躲，闪你，闪你，耶，成功了，我杀了三个人。哦哦哦！哇、哦，好帅哦！按住E不放，偏离敌人的攻击，这是一种防御姿势。哦，按住E不放，所以就是按住零不放，也可以进行速度较慢或者力量较大的攻击，但是不要放太久。怎么？就是哦，重击的意思就对了。好吧，我怎么又把武器收起来了？现在呢？欸他还在抖欸你还好吗要给你致命的一击吗践踏你轻推你算了不理你可以砍平民吗对不起他是女的然后呢他在干嘛扭倒你扭倒转打篮球哦还有个家伙来来来来，反击！哦，所以前面为什么我不能打他们，就是因为我没有锁定他们。为什么？砍你！还蛮快的。好吧，虽然战斗系统还是好像蛮不错的。来了！哦啊，我跌倒了！扭倒你们，撞你们！让我躲起来一下下。好吧，好，让我看一下地图。我要到那边看一下。哎，视野都没有变。算了，那不是重点。跳！你们这家伙爬吧！哎呦，你在干什么？砍你！中断抓取。然后我要离什么？对不起，战斗系统还蛮特别的。所以我按住右键的话，就可以一直防御。按住零的话，按住一的话，按住左键可以反击啊。为什么我会中箭？好吧，战斗系统还是不太了解，所以可以。没有，没抓到人。砍人，会抓人，抓你，推你，跳，跳高高。还有没有人？哦，好像很多人。德莫斯呀，不要不要，这是几人？局。然后呢？现在怎么了？我们成功的反锁了吗？现在时间是3:10。继续向前快转，不要向前快转。然后现在要什么了？所以已经守住城堡了吗？好吧。哦，好多伤兵哦。然后现在我要干嘛？这是雅尔提尔，雅尔提尔谁啊？噔噔噔噔噔噔，开了。那我要干嘛？我要找谁吗？看一下他叫我干嘛？战胜族正殿武士族出马斯雅夫这边呢、哦？好吧，正殿武器是谁？跳，不能跳，跳！这家伙怎么那么好笑？哎呦！Al-Mu'alim's not done with us yet. 圣殿武是谁？ Where are we going? Up there. 你吗？你觉得圣殿武是吗？ Just do as I do. Just do and do as I do. 所以我上去的意思咯。噔噔噔，我就不能用跳的爬快一点吗？你就不能爬快一点吗？爬快一点啊！不是放手。扣起来，扣起来。哦，还有这是记忆中。最上面那主是就。左上面那条等于我的血量也等于什么同步率，如果他如果失败的话，应该就会归零，归零的话就会失败。好的，跳，放手，我可以玩一下你吗？
自己钻墙壁，哇！当初设计这游戏的人还蛮有趣的，还蛮多不合理的地方。好，现在时间是3:16啊！你们这群家伙全部长得一模一样，然后站在这边，遗憾主线的记忆完成同步，开始记录。所以这边就是永远的记录点就对了。所以我现在要推你下去吗？是吗？还是我要到另一边？好吧，我们是要往下跳的意思吗？就一定要从天而降？哦。Lay down what you have stolen from me. You've no claim to it, Robert. Take yourself. 为什么我们要站那么高？我们是要飞，是不是？表演你穿那个斗篷，就像老鹰一样可以飞。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哦，骑的马呢？哦，那是圣殿武士，就是那十字军嘛。走走走走走。哇！为什么你要杀人？好，虽然我也杀很多人，而且我杀的是平民。哎，那个光头是不是前面那个家伙？就是那个光头。My men do not fear death, Robert. They welcome it. 所以现在干嘛？我们在那边绕圈圈，人家在那边盘盼你在那边绕圈圈。Follow me and do so without hesitation. 你要干嘛啦？Show this fool knight what it is to have no fear. 不是我，不是我，你暴露我的行踪了。Go to God. 啊？什么？信心之月，按住一，然后按空白不放，将移动边缘移进心灵之跳，各自会按加入的跳。按住一，按空白各不跳。哦。然后呢？啊！有人摔死了！哦，买了哦，理解北西哈，你以为在拍电影是不是？从高速跳下来，然后摔断自己的腿，理解笨蛋，吓死我了！移动即使在残留上行动，也是要在比较容易。所以现在我又要去哪里？好吧，丢下张王者，我们自己走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这边要干嘛？啊，从那边啊，不是进草丛啦，你进草丛干嘛呀？是盖伦哦。哦。噔噔噔，是这边可以，噔噔噔可以快一点跳。哦，跳。哇、哦，还蛮不错的，体力真好。这边呢？冲冲冲！还有他自己会走，他不会自己往下跳。跳。不要转动我的视角。好吧，这里又是哪里？这我是从上面跳下去的，这我要从后面袭击他们就对了。喜欢从后面来，按住一不断按空白，按住墙壁移动可以开始爬墙壁，然后按住上住方向键来控制方向。我知道了，好了，后面还我。爬窗户？不是这样。你啊！不会游泳，我竟然不会游泳。你会飞檐走壁，竟然不会游泳！你这个旱鸭子，你也是吃了恶魔果实对不对？你是吃了什么果实？刺客果实是不是？现在时间是3:15。哦，你还好吗？Oh my leg！ 为什么记录点是在这边？要听人家那边惨叫，笑死我了！记录点是人家摔断腿的地方。Go and release. 掉。哦呦，差一点。好了，所以这边我知道啦，画面哄我啦，我知道怎么跳啦，不用你教我啦。进来，哄我。我要抓取，然后移动，要移动就好，不用跳，然后自己往后跳。跳，上去啊！干啥呢？你爬高是不是啊？你旱鸭子，往上跑哦，体力真好嘞！嘿，攀高悬挂，如果是我儿子，我早要骂手汗了！抓住墙壁啊，笨蛋！抓住墙壁是按。
救不得就对了。他把我摔死了，我要听他惨叫是不是？我要再听一次他的惨叫声。哇 ，my le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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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好，知道了，你的腿断了，我知道了。喂，喂呀，哇，这边很耗时间呢。好吧，佐生其实对，所以佐生对动作类型的游戏其实也不是很在行。佐生到底是哪一个？差一点点，吓死我了！我再摔下去的话，我就要听到他第四次叫了。他将因为佐生的关系，他摔断了四次腿。好的，我跑到墙壁看怎样，然后准备收牌了。现在时间是3:18，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收牌的话，他几乎点会在这边吗？还是说会从这个章节重新开始？我也不知道。嘿，我上爬。嘿，我上爬。嗯，跑不过去，好吧，这边。嘿，他都不知道怎么爬的，你看，他为了往后跳，然后抓住那根板。跳跃，有了，往右边，往上，上去，再上，上去啊，笨蛋！然后这边呢，跳跃，爬墙壁，爬墙柱，嘿，哇，有了，终于上来了，要战斗了。这边是哪里？这边就明明就没有人，为什么要拔刀子？然后呢？攻击，驾！哦，死光头，嘿嘿，偷袭你们，吓到了！你在骑马哦，全倒全倒！鸡向前快走。You did well to drive Robert. You did well. His force is broken. His force broken. It'll be a long while before he. 我会转圈圈的。Tell me. 转。You listened.所以现在又要干嘛？你又要我干嘛 ？All of this would have been avoided. I did as I was asked. No, I did as I was asked. 你是瞎子？哎，他左眼了吗？我没有，看错了，我以为他右眼瞎掉了。Your disregard for our ways. 嗯。为什么？为什么？我有对。There are rules. We are not. We do not abide by the Assassin's Creed. 你讲什么了 ？Three simple tenets. 什么 ？Which you seem to forget. I will remind you.First and foremost, stay your blade from the flesh of an innocent. 哎呦，雷鬼求点字幕好不好？ And stay your tongue. Stay your tongue. 怎么？你要制住我？你要把我制住教会吗？ You killed the old man inside the temple. He was innocent. He did not need to die. Your insolence knows no bounds.嗯、好吧，这个时间我可以喝个水。现在时间是3:20，好啦，佐生这次游戏录制就先结束啦。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可以左下角订阅喜欢。那佐生要先在那边先收台喽。那他是不是真的瞎了？那他右眼是白色的，好恐怖、啊。他这个家伙让我想到《神鬼奇侠》里面那个，不是有个傻瓜二人组吗？就是有那个戴那个假眼睛的家伙。Never compromise the brotherhood. 你是讲我话了没？跳过可以吗？第一站停中。飞鼠精灵人继续行程。离开记忆，就不能什么及时存档之类的吗？命令should be obvious. 命令是人类，格外记忆怎样？算了。Your actions must never bring harm upon us, direct or indirect. Yet your selfish act beneath Jerusalem.好啦，你这只黑色乌鸦要干什么啦？那个独眼黑色乌鸦。Every man we've lost today was lost because of you。怪我就对了，什么都怪我，好吧？你嘛，你要杀我吗？不怪我。But I cannot abide a traitor。要杀我？我是主角啊。I am not a traitor。I am not a traitor。Your actions indicate otherwise。干嘛？你要干嘛？你不要突然捅过来。捅过来谁用？干我！哦，干什么？啊哦，我没看到，我刚刚在看简讯，然后没看到，靠腰。所以呢，现在怎么了？
He's experiencing a far better adoption than the other subjects. I'm still pulling him out. He's been in there way too long. No, not yet. Oh, not yet. 好了，完全听不懂这边是剧情的部分。We shouldn't risk it. 而且都不能跳过。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ive Desmond a minute to stretch his legs. I really don't see the need. Warren, please. Fine.好了，所以现在呢，然后想要干嘛？我可以动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在现实世界活动，好吧？我看一下，暂停，继续进行游戏，好吧？现在的时间的话是3:23，那我这次游戏录制前面先结束了。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的话，就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喜欢，那左上角就要在前面先收台啦，那就是写给观赏啦。那下一款游戏录制，我打算想加进几款新的游戏进来啊，毕竟那款《GoMo》还有一些游戏已经录完了，所以我可能就先整理一下我的游戏清单好了，不然就是这几款游戏再录制吧。好啦，那就先这样子，谢谢观赏喽，拜拜。